哦，啊，这包厢来布置个安尼啊！董事长，这个叫餐厅布置的啦。我想讲吼，啊，小姐有心，啊，今日叫团圆饭，啊，布置安尼吼，啊，小姐若看了欢喜，啊，全部嘛好胃口。哎，安尼我来代替彤彤哦，甲你说多谢咧。是啦，亲，啊，今日布置个安尼哦，就是为着要庆祝咱彤彤哦有心啦。 大家先坐啦吼，啊，坐了再讲，来来坐，请来，大家坐。我想这彤彤应该随便到位啊啦吼，来坐。亲，今天来真欢喜，你愿意来跟阮食这顿饭？我冇听阮太太讲啦，这彤彤在恁家吼做一个新妇，无一个新妇款，啊，你安尼起心动命，真正真实嘞。 是啦，亲，阮彤彤知影伊家己毋对啦，今日即顿饭的重点哦，就是伊要甲你回信嘞。啊，你就先听看卖伊安怎讲，你有啥物话，你嘛会当直接讲啊。咱拢一家人，莫遐尼客气啦吼。亲家亲母哦，遮尔明理吼，我实在恁哦，实在是有福气。哎，你这样，太谢啦。 我去妇产科请教医生代志，啊，耽搁着时间。啊，那布置干呢啊？啊，都无瑞知影你有心啊，要甲你庆祝啦。吴瑞，多谢你。没啦。咱大家先食饭啦，阮哥还在出现，莫甲伊枵着啊。小等你啦，彤彤，啊，你毋是要甲我回信嘞？ 我是感觉吼，这件代志处理了后，咱才食饭啦。只要你诚心诚意的甲我回信嘞，我一定接受你这个新妇，我讲会到，做会到。死老翻天啊！食饭唔食饭，敢若想要互我歹看？妈，我过来，我家这段时间对你的态度真无好。 既然我关心要做正面的太太，做你的新妇，就应该爱争取你的认同。不过我安尼做，是我唔对，是嘞。就安尼。妈，啊，彤彤这有生意，啊，你莫这事阵哦，出现麻烦啦。彤彤是安怎找我的麻烦，你拢唔知影。彤彤。 你应该搁足侪代志爱忏悔，毋才对。我知影妈惊鸟鼠，搁超工饲仓鼠，甲妈吓惊。我看到妈甲王亚婷有联络，就去甲小王亚婷电话纸条啊，踢伫妈嘴的。 我甲曹凤有联络，妈怀疑我，我阁毋肯承认对妈歹声嫂，是我无应该。妈，真正就是嘞。敢若只有安尼吗？彤彤，你是毋是阁有啥物话无讲？你若是无愿意讲，阿瑞。 你讲，今仔日一定要向一个亲母一个交代。董事长，我，你搁敢甲吴瑞洗目屎？妈，啊你目睭看有啊哦？我目睭已经恢复了差不多啊，所以我无法度忍受。 彤彤讲袂惨，妈，今日是团圆饭，你敢一定要安尼互我歹看？你莫伫遐假无辜，你对我做的所有的代志，今仔日我要甲你算个清楚。亲家。
就伊个啊，等下。我专工等下替恁妈妈讨回公道，倘好大家知影，恁太太是安怎结交家己的大家。你贪完太太目睭无看的时，刁哥用面包虫给伊食，有无？你阁刁哥用水玻璃，下伫铅坨内面给伊打，有无？你阁刁哥伊牵狗仔回来，利用狗仔甲攻击，有无？讲话啊！你怎唔讲话？你是真来对待阮妈？我无，志明，我无。有还是无？恁大家自己看。你对待我妈，你敢有把我当作是你阿婿啊？彤彤，我想袂到你遐尔恶毒呢。阿瑞啊，你既然拢知影，啥拢无甲我讲？董事长，我有甲小姐讲啊，讲伊安尼做是过超过啊。啊，我咧有嘴讲到无耐，家口开都听袂入啦。董事长是我唔好啦，你莫怪小姐好无？你回来就是专工，要拆散我跟建明的心。你实在让我太不放心了，所以在出国之前，我偷偷在厝里把监视器整个好势，无对任何人讲。想不到，煞让我去录到你跟阿乐虐待阮太太，一遍又一遍。实在你家己做过伤过超过，煞变到我无当的袂用钱。建明。你即马知影恁太太是啥物款人啊吼？你敢有法度面对？你娶的是这款太太？爸妈，是。彤彤做又唔难安尼，伊阁甲我偷换药啊，超工袂互我好。刚才天公伯啊，慈悲，让我发现药啊有问题，这就是代表你的所作所为，天公伯拢看袂落去啊！周彤彤，你老实讲，你敢真正做出这款代志啊？伊唔讲话就是我啦，彤彤，我无得阁忍受你啊！我要跟你离婚。什么叫做你无法度搁忍受我？我为你付出遐尼多，我做别项代志拢是为着你，你是凭啥放手啊？恁爸妈就是专工要来甲咱拆散，敢讲你看袂出？千错万错拢是别人的唔对，我看你是无可能改啊。亲家、亲母，恁讲今仔日要给我一个公道，那安尼？我要报警察抓彤彤，你敢有同意？我是真正无迄个面替阮彤彤讲话啦，你决定就好。妈，我同意。爸，你也真正无得到一个假释，你唔知影疼。亲，请你报警，今仔一定要让彤彤给你一个交代。阿妈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知影我唔对啊。恁讲的遐歹代志，拢是我做的，我承认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莫报警，再给我一摆机会，好无？建明，我帮助你遐尼多，你紧听我讲话啊！你连我的背后安尼对待我妈，我是要安怎替你讲话？我帮助
内底有你的囡仔，你袂惊心？妈，你敢会当看到囡仔的幻想帮我刷？有囡仔，你敢真正有囡仔？有。这是啥？你这个月有来，这包就是证明。你专工走去外口去担本事，加在我目睭恢复，跟踪你。要那无，你讲唔知道要安怎骗大家啊？你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我真正有啦！我用验孕棒验的时阵，拢是两条线，阁唔难一个。你是安怎袂让我看验孕棒？是安怎要黄叶的去担本事？你讲你有去妇产科看医生，啊医生安怎讲？你甲大家讲啊！我看你根本就无去，你只是在骗我。彤彤，这明是医生呢。伊虽然知影讲你到底是毋是真正有心，你若想要保持你最后的尊严，请你老老实实将代志拢交代也清楚。是，我是假有心。你为什么要讲白话？因为我对阮大家态度无好，恁大家拢足生气的。我只好用假有心当作借口来恁恁大家。那无我嘛不知我要怎做啊！你白贼话一个过一个，连讲要反省，迄嘛是咧讲白贼。公平，起码着将你小妹带走，直接带去警察局。你是讲啥？还是讲你要等钱报警，等警察来抓你？两个选一个。彤彤，对我行。爸，你莫知影我身体无好，你叫哥把我抓去关，等于是逼我去死。你做歹代志的时阵，啥拢袂烦恼，讲你会去抓去关？莫阁讲遐济啊，对你哥哥走。你要我去死？好，我即马就死给你看。彤彤，你在创啊？紧捡物件出来！我若想抓去关，我就啥物拢无啊！爸妈，你紧救我，阁给我一摆机会好无？我已经给你足侪机会啊呢，你莫阁提生命来威胁我呐！彤彤，你敢会当莫阁伤我甲你妈妈的心啊？这明明跟我离婚，你妈妈还替我，难道我是要安怎？妈妈，我是你的总监呢。这么有代志，你来跟你打，提出你的勇气。别再逼我，妈不准了我。死给你看！你别怪啊！别来找我，安那无，我要让你永远拢失去我。公平，回去，看伊一个人伫外口是毋是幻想？